里面呢有非常多的品种，像是呢各位来宾啊在餐桌上会吃到的石墨鱼，或者是鲳科金鲳啊，或者银鲳科的鱼，甚至呢还有剑鱼、富贵鱼，这些鱼呢其实在我们家里啊餐厅都是很常见的。那这些鱼种呢在海鲜馆啊我们都会做培育、护育的动作，所以呢，这里啊有点像是他们的幼稚园的概念，哎，就是小型的鱼种。啊，当他们认识完彼此之后呢，会让它移到更大的池子，所以呢，这边啊有点像他们认识新同学的概念。它等它状态 OK 之后，大家可以看到前面的门，哎，它就开始让它回到更大的环境，去跟其他的伙伴来合作。那这里呢，目前呢，画面有小。好大只啊！第十三张的怪没错，那帮我看一下鱼饵吧。鱼饵它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居多？鱼饵，鱼，大只的。顺时针啊，变成顺时针，为什么鱼饵要逆水流？大家知道吗？讲一下。来来来来来，它要不要呼吸？要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它的水流打出来的时候呢，会比较多的有氧量。好，所以呢，鱼儿们呢，都会。它这边有个虎头鲨。再来，海参馆的这个水呢，30%啊，是海水，海水。它、啊、海水里面呢，有一些有机物、矿物质，它、啊、你只要好吸水流的话，嘴巴张开，也有机会可以。块状吧，应该是鱼肉吧。怎么样，方便？哎，不是完整的，那个是鱼肉块。对啊，鱼肉块。为什么海参馆要用切鱼肉块的方式呢？要跟大家说，就是呢，如果啊，在大洋池前面的大家啊，如果看到我们呢喂一整条的话，会以为前面的是大鱼，大鱼肉会非常鱼肉的，通鱼的时间在。所以呢，我们的鲨鲨鲨来了！哦，鲨来了，鲨来了！哦，那我们的回到班今天真的蛮热的，大家会期待一下。嗯。那吃饭的方式呢？哈，都是会在那边盘旋在盘旋，那等它出来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发现到其他的鱼都散开了？散开了，还有就是怕被咬到，怕被咬到。所以呢，都散开来。那如果回到家不离开的话，这些鱼呢，就慢慢的在走，走到我们鱼的这边了。过完了。那我们鱼儿们呢，也为了差不多了。是谁？哎，里面有可
有可能很多种的生物的小朋友，那会等它长大一点，我们饲养员才会分成蝶类放到其他地方啊。等一下那边我们再介绍，我们先轮流看一下每个展示杆大小都不一样哦，有的呢根本就看起来看不到，因为呢这一杆呢是11月25日的，今天是27号，所以呢你们看到吗？哦，这个更小只，有啦，但是就那种像灰尘这样。有图案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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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0月18日，我生日，刚好。这个是鱼啊，这个不是软的啊，这只是鱼啊。对啊，这个是鱼的。嗯，这个是10月底的，所以已经快一个月了。这比较大，那个是前天。哦，所以大小是不一样的。哦。没有啊，那个也会动啊，有一些会动啊，有一些不会。都会动，只是动得很缓慢，因为它们刚孵化。哎。哦，好可爱、哦。很像一个食物叫做布拉米，哦，布拉米，它比布拉米还小，哦，细细的，好像看得到吗？很小很小，对，那个细细的，细细的，很多很多很多，对，很多，但很细。那我们看完每一张的，大家可以先过来这边。好，那大家喂的时候呢，会发现到啊，有一些鱼哈，好像有反应，看到会马上过来，但有一些鱼笨笨的哦，还是不太会往上游。为什么？有两种原因，一个呢，有可能呢，它肚子已经饱饱的，饱饱的啊、哦，就像我们吃饱的时候就不会想要吃饭。那第二个呢，有可能是有一些鱼啊，还不认识这个是什么生物啊、哦，所以呢。大家来这边呢，一方面呢在喂他们，一方面也是给他上个课了，好、哦、让他知道这个呢之后他只要张开嘴巴就可以进行喂食了、哦、好、哦嗯、然后我爸用手机拍了，提醒大家如果到海边的时候碰到你不认识的水母，第一时间不要因为想要拍它而靠近它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刺丝包是会脱落的，有时候你会觉得你明明没有碰到它，但是你的身体开始好像被电到，还是很痒很痛的时候，就可能是刺丝包脱落插到你。好，这时候等一下 OK 了，大家准备好哈，好，3、2、1，我没有出力哦，哈，大家可以看一下他回家，哎、欸，他马上就转过去了。哎、欸，对，哎、欸，为什么呢？这个房东很贴心，哈哈，又回到刚刚差不多的位置去，他觉得这边太阳光，阳那个灯光比较多，哈、哦，所以他就马上就转过去，哦，哦没有犹豫哦，没有犹豫，直接转过去了。对对对，就躺着躺着赚钱的概念呐、啊，哈、哦。鱼吃饭饭，然后最后一只了，最后一只蓝脊磷虾。记得哈，到我们洗手台那边哈，好像只剩一瓶的洗手乳可以洗，好，大家记得把这个蓝脊磷虾。大家到展示区啊，可以正面看。